睡，想要再多看你一眼，未知的每一天，不放心你独自面对。我从来不怕累，只怕你委屈流眼泪，沿途多少我只跟我自己女朋友看电影。啊，你以为我随便呀？我也只跟我男朋友看电影的。哎，真的？那说好了，可不许反悔。反悔的是大河马。来。既然都是男女朋友了，牵牵手总该可以吧？好吧，反正牵着挺顺手的，牵着吧。你好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？我找 Queen。 方宇。方副总，方副总不在，先生可以留下你的姓名和电话，等方副总回来了再联络你。你告诉他我是无极，我要跟他打一场。还真是令人受宠若惊啊，你竟然会主动约我。你三番两次找我爷爷告状，我能不吗？我这不是怕你一再拒绝我，他老人家不高兴吗？他们家的下午茶是出名的，想吃什么尽快点。一杯咖啡。咱们小时候同床了几年，也可以说算得上是青梅竹马了，是不是？嗯，我觉得。这不是方氏集团的冯副总跟汪记集团的汪先生吗？原来你们俩已经是这种关系了。你在说些什么？你谁呀？方副总不是独家吗？既然都在，那就一块吧。他喜不喜欢我无所谓啊，只要他赢。
这应该够清楚了吧？不需要我再多说了吧？汪董，您的电话是汪董打来的。我是。汪董，那些报道……我想，汪董想说什么，我已经很清楚了，没有解释的必要。饭局就免了吧。另外，方氏与汪董公司的合作正式取消，没有解释的必要。方老，喂，方老，爸，那方老头到底说什么了？现在外面都在传，说汪季和方氏决裂。你这个废物，我只不过是让你追一个女人，你却给我追丢了这么大一声。你可真有本事啊！啊！财经杂志的事，你赶快去善后。又来找你了，说我不在，把他打发了吧。好的。喂，你不讲话了你？找死呢你！坤，终于找到你了。不管你说什么，我都不会给你打的。坤，快走吧，孩子们还等着呢。坤，喂，坤。怪这死丫头！这些衣服全都送你了。啊？给我？不合适吧？我感觉我穿着那个，就像在拳击手套上绣花一样，太奇怪了。什么呀？不懂了吧？这衣服有魔力的。我告诉你啊。当你穿上它的时候，你就发现自己温柔的不要不要的，整个动作都轻盈了。然后你会看到自己出现在对方的眼睛里，这时候你发现我们一直摸索的少女心早就存在了。嗯，待会儿他一到，我就先看他的眼睛。时间还早，找个地方坐坐。
你来了。你今天穿成这样，真的特别好看。真的吗？当然。哦，我先去买票。我先去买票。嗯。您客气了，好的好的好的。警察说程亚楠当街制服了一名抢匪，据说那名抢匪抢了程亚楠的包。那个歹匪怎么样？有没有生命危险呢？没有，据可靠消息，当时程亚楠在跟男朋友约会，可能因此手下留情了。今天不是来教大家打拳的，姐姐是来跟大家道别的。为什么呀？因为姐姐要到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念书了，所以一时半会儿不能过来教大家了。姐姐，那你什么时候可以回来？姐姐也不知道，短时间回不来了。不过呢，就算姐姐不再教大家了，但是大家也要继续努力，好好学习。你们一定会超过我的，成为一名特别棒的格斗运动员。静姐姐，我会想念你的。静姐姐，不要走！静姐姐，不要走！静姐姐，不要走！静姐姐，姐姐，不要走！去哪？去哪？哎！拉着我，我以为以后都见不到 Queen 姐姐了。难道你忘了她跟哥哥分手，不再是我们的 Queen 姐姐了？可是姐姐以前对我们很好，就算她现在不是哥哥的女朋友，我们至少也应该跟她说声再见的。我就不信你以后不再想念 Queen 姐姐。我拼不会，我 Queen 姐姐 ，Queen 姐姐，明珠。明珠、明朗，我等你们好久了。我们去吃叉烧饭好不好？好。我好久没吃了，特别想吃。陪我去吃好不好？这些是下次考试的题目范文，同学们请认真做好笔记，别到时候说我没告诉你们啊。自己上课的时候都没写过这么多字。好了，我们开始讲解啊。中国近代史，近代西方政治制度的演变。
宋小米，宋小米，宋小米，小米，你别吵我。宋小米，教授叫你。教授，宋小米，宋小米，这堂课你不是早就已经修过了吗？怎么又来了？啊，教授，我跑错教室了。喂，我都白写了。喂，都不来抄了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安静，我们继续讲解啊。叉烧饭来了，怎么不吃啊？嗯？林珠明朗，今天可能是姐姐最后一次带你们来吃叉烧饭了，我们开开心心把它吃完好不好？姐姐，你都答应过我们了，怎么可以说话不算数？要是以后你不再带我们来，我宁可现在就不吃。姐姐，我和明朗一样，我们都不想以后在吃叉烧饭的时候除了想念妈妈还要想念姐姐。对不起，对不起你们，姐姐没有能遵守跟你们的约定，别生我气好不好？我不是姐姐的气，姐姐不要走好不好？是我们做的评分卡，看谁比较适合做我哥哥的女朋友。本来姐姐已经获胜了，但是因为哥哥最近常常为你伤心难过，所以我们决定帮小米姐姐加分。姐姐，只要你愿意留下来，我们可以重做一张卡，让你得到所有的分数。对，我们再做一张更漂亮的卡送给姐姐。可是，姐姐必须要走，姐姐没有办法答应你们。不过你们放心，我跟方舟哥哥说好了，如果以后你们想来吃叉烧饭的话，跟他说。他随时可以带你们过来吃。就算以后有什么事不敢告诉哥哥，或者需要解决什么事情的时候，方舟哥哥会代替姐姐帮你们，他一定会帮你们的。你们两个这么棒，那今后哥哥就拜托给你们照顾了。嗯，好了，快吃吧。吃啊，你看姐姐。你们也要吃。你是方宇弟弟，对吧？
来，那人就是吴杰，他没事找我麻烦做什么？烦死了！那个人来过好几回了，非要跟我打一场，我都说了不打了，怎么还和我这么难缠的人？哎，这就叫人在江湖身不由己。当你有了名气，肯定会有人为了胜过你而不停的向你发出挑战，除非你退出江湖，否则。 这件事还是会层出不穷的，谁叫天下第一的名号，这般吸引人呢？ 姐，格斗一直以来都是你所坚持的信念，现在就像炮一样，脆弱不堪。不是你跟我说的吗？只有让我退出江湖，才不会有那么多人想要胜过我。我在听你的呀。那只是一种譬喻法，你怎么能当真？好，我现在也郑重宣布，这让我引以为傲的姐姐，今天也正式退出我的姓名。 哎，方宇，同学找你去。哦，好的，程导。哎，好。方宇，我看到新闻了，你为什么退出格斗界？现在是每个人都要质问我一遍吗？当然了，因为大家都不知道你脑袋突然间装了什么思想堵塞了。你不懂。我不懂。 我是不懂，我也不想懂。反正我不管你是因为什么原因理由退出的，我都不会同情你，而且我也不会想你。所以你想走你就走吧，你走得更好，整个格斗界都是我宋翔灭天下。还有，我一定会把握机会，趁虚而入，把明年给抢过来。到时候你就不要后悔了。也好，我还有，你说什么？就请你这么做吧。 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次。我说得很清楚了，你对明天是真的很好。你在他身边，我很放心。
我看你脑袋里面现在是装了核废料，你思想爆炸，失心疯了是吗？我没有，我是真心这么觉得。你到底把明天当什么啊？把它当礼物，还是把它当宠物？不爱做，你想给就给，想让就让啊！如果你这么有礼让精神的话，你之前在公平竞争的时候为什么不退出就好了呢？你现在可容要脸给谁看啊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只是觉得，如果明天身边能一直有你这样的好朋友陪伴的话，真的挺好的。你放心，不管有没有你，我永远都会是明天的好朋友。而且我宋小敏是绝对不会背弃我的朋友的。但是方宇，我对你实在是太失望了。我从来没有像此时此刻这么看扁你过。学姐，别生气了。学姐，学姐，你别生气了嘛！这么热的天，你再生气的话，又会头顶给冒烟了。啊？你说方宇说的这是人话吗？方宇是女神，说的肯定不是人话呀。其实吧，我也一直不理解方宇学姐说的话是什么意思。她可是女王哎。就算他和明天分手的话，照理说也不应该把明天推给你啊。他这么做的话，只能说明一个问题。说明什么啊？快说。他很认可你这个对手。拜托，不用在现在这个时候绕这么一大圈来拍我的马屁行吗？不过你说的对，方宇真的很奇怪。像我那样子刺激他，他怎么会无动于衷啊？该不会他真的发生什么事了吧？你在担心方宇学姐吧？干嘛学我？我哪有学你啊？还说没学我？哎，我没有学你啊！而且你刚刚说谁才是女神？你是女神，你是女神！臭色号！谁给我？哎呀，我的手好痛！学姐，你没事吧？学姐，没事，笨蛋！哦，学姐，你偷袭我！你什么时候走啊？手续办完就走。这么快？早点走呗，反正早走晚走都得走。与其在这耗着，整天胡思乱想。对我对明天都不太好。
也对。哎呀，你说你这个人啊，也够悲催的。第一次谈恋爱就遇到这种糟心事儿。悲催，悲催，干杯！悲催了，干杯！你慢点喝，你慢点喝。你喝那么快干嘛呀？你两杯下去你就 game over 了，你还谁 game over 啊？无醉不归，来，你跟我干杯。唱这个干嘛呀？谁要跟你分手啊？我告诉你，方宇来这儿，你在我这儿只能开心，听见没有？穷开心，穷开心，穷开心，小小的人儿啊，我任性呀，我们就爱穷开心呀，小小的人儿啊。长得像不像你打过那只兔子？要不是因为这个兔子，我也不知道你会对兔子说那么多。出国了，因为一看到你，我就会想到好多好多好多回忆，之前我们在一起的特别美好的回忆。
系，我必须想一直努力，努力，想要忘记的回忆。什么事儿？能跟我再见一面吗？特地帮你们留的，谢谢啊。客气。我还记得第一次看到你笑，就是在你吃草莓冰淇淋的时候。那个时候，我穿着布偶衣，你自然认不出来。虽然现在你还是知道了，你约我出来，到底有什么事儿？其实我一直都想请你吃一回草莓冰淇淋，就像现在这样，面对面的，你知道吗？每一次你吃冰淇淋的时候，眉毛都是弯弯的，露出一副被融化、特别可爱的表情。不管怎么说，我这个愿望算是实现了，虽然是在这种情况下。赶紧吃吧，化了就不好吃了。你不怪我吗？我怎么可能怪你？我爸把技术打死，这是事实。明天，我更希望你能气我、恨我，甚至讨厌我，这样我可能会好过一点。
管怎么样，就算以后我们不能再见面，我也希望你一直都好。祝福你。星星白一眨眼，月就会消失不见，月牵起他的手，承诺会陪在身。星星白一眨眼，月就会消失不见，月牵起他的手，承诺会陪在身边。哦哦，心月上月永远相随，一起照亮世界。星星